啊，那个孩子现在有关节炎，风湿关节炎。给他泡脚。啊。泡脚。泡脚。而且还要把他拿那个暖水，拿毛巾热毛巾敷那个脚关节。哦。听不懂啊？嗯、啊，那。一敷脚还要给他补钙。嗯，补钙缺钙，吃钙片吗？还是？吃钙片。那个师傅啊，那个我平时帮他大悲咒念九片，是不是太少了？差不多。九片差不多啊。嗯，嗯给他念，要给他小房子要念很多了。对的，我想。所以，我告诉你，你孩子遗传了你这种基因了，脑子都搞不清楚，话也讲不清楚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好了好了，赶快给他念经，小房子八百张。小房子八百张。啊。哎，好了。好了，再见再见。我是21张一波一，21张波念对吧？对。那么他要不要念点功德宝山神咒啊？不要不要不要、嗯、不要的，那就是心经往生咒礼、嗯、那个礼佛五片对吧？对，消业障就可以了。整题就是、嗯、还有姐姐咒消灾吉祥49片对吧？可以了，嗯。哦。好了好了。哦。嗯。好、哦，谢谢师傅、啊。再见再见。嗯，谢谢师傅，师傅保重。嗯，再见。好。